啊，出去。我是从这边出去还是从那边出去？滚。当女医生遇到选择困难症患者。你好医生，是这样的，我呢有一个特别严重的那种选择性困难症，就是来这个医院之前也不知道我是去这里还是去那里，我特别难。这个好解决，以后啊你就用投硬币的方式来选择就好了。投硬币？嗯。啊，那我选择一块的呢还是五毛的？一块。那我选择旧的还是新的？旧。那我往上扔还是往下扔？往上。难道我选择哪一面的硬币？正面投，选择正面还是背面那个？这样，你先回家好好休息。回家？嗯。然后我回家的话，走路回去还是要打车回去？哎，出去。啊，出去。我是从这边出去还是从那边出去？滚。